即将为大家介绍的这款全自动变形擎天柱机器人，由孩之宝正版授权，乐森机器人制造。首先看产品包装，手提箱非常高档精美。打开手提箱，里面有一个车型机器人，还有充电线、USB 数据线、光总、汽车人贴纸等配件，以及一个武器盒子。武器盒子里面有一把枪和一把斧头。长按车头后方的按钮五秒，启动擎天柱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款擎天柱有什么亮点。它可以人车智能变形，使用语音下达指令就能控制机器人变形和行走。擎天柱，变形。擎天柱，前进。人车形态自如切换。除了这些，打开 APP 的语音指令卡，可获取更多的指令词，让语音随心控制。擎天柱，开火。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输入乐森擎天柱机器人旗舰版搜索下载。APP 包含丰富的功能使用。在 APP 特技动作里，可以体验各种炫酷的预设动作，搭配皮特霍伦的原声配音，绝对让你惊叹。进入下载中心，这里有官方定期上传的新动作，下载后马上体验。来一套闪电快打，虎虎生风。使用蓝牙操控功能，则可以轻松遥控擎天柱前进、后退、变形等多种动作。APP 还支持两种动作自定义设计功能。使用手掰自定义功能，用手转动机器人关节，就能轻松设计你想要的动作。也可以使用图形化自定义功能，拖拽各种积木组合拼搭，轻松创造。除此以外，还有闯关游戏等着你去探索，和全球玩家竞争排名。通关后可收集解锁更多皮特霍伦的经典动声。新一代自动变形机器人擎天柱将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全新体验，还在等什么？ RoboSan The Robot Company